现在手机支架真的不好用，放不平。它为什么有点歪？放不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咦，我的预警。刘海这么快长这么长，还好，这两天好像长得还好。晚上好。刘海又长了，最近没剪了。又好好吃饭吗？今天，今天吃了一根香蕉，一个橘子。吃了半个沙琪玛，一杯牛奶，吃了几根上好家虾条，还吃了几片饼干。怎么回事？已经没有食欲了，家人。晚上好。橘子还比昨天少了一颗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很想吃橘子。刚放学就碰到直播，这么幸运。等解封都没劲儿去大吃大喝，应该还能有吧。解封了暴饮暴食，不至于，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食欲。今天打第三针疫苗，眼线好看，谢谢你。谢谢我们陈阳陈队送我的一滴波波，祝陈阳陈队一生健康，日一天开心。除了感觉自己有点无力之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今天下雨了，我坐在窗边看了好久的雨，我感觉我说话都弱弱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一天都没讲话的关系。哎，这是我今天第一个开的第一个口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就是刚才跟大家打招呼，我今天一直没有讲话。做核酸没讲话吗？做核酸不会讲话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尽量不要讲话比较安全，对吧？还会说普通话吗？这看起来，目前看起来做的还好。做核酸最好不要啊，你就张嘴就好。谢谢我们郭哥宝贝送我的夜蝶波波，祝我们郭哥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。谢谢郭哥送我的夜蝶。自己在家会自言自语啊？我不会，我完全不会。我只会在脑子里讲，但我不会张嘴讲。哦，可能偶尔会冒出一点感叹词。比如说一些不能说的话。谢谢 Van 宝贝，谢谢我们大光头宝贝送的夜蝶波波，祝我们大光头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。哎，不对，应该叫 Van 啊，不应该叫大光头，是想剪个大光头。
我今天刚才化完妆，我觉得我今天自己好丑，我都有点纠结了很久才开的这个，都可以。好，谢谢 Alex 啊，北宋的夜蝶波波，祝 Alex 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。我就是最近感觉自己脸有一点垮，别的没有什么，就是脸有点凹陷，别的没什么。卸妆水还够用吗？这两天也没化妆，还剩上一回的那些，应该还够用。怎么又敬礼了呢？今天是那个，今天是直播啊，可以敬礼。担心瘦脱相，但问题是我的身上没瘦呀，这是什么毛病啊？那直接就是，是不是我精神的伪装？眼线吗？是不是还可以？今天调的还行，还挺精神。对啊，解封真的遥遥无期，我真服了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？今天又是喜提7+7的第一天，好开心啊！多多直播就会多说点话，好，我多直播。我已经对自由没有任何的渴望了。真的完全没有。谢谢我们金宝贝送我的夜蝶，不是送我的愿爱发电，谢谢静静送我的愿爱发电，好久不见。祝我们金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六大神金刚罩8000过海，就有归一时间是美元几万万虎虎生威。谢谢金宝贝送我的愿爱发电。今天要点歌不？看起来眼睛像睁不开。还有20个7+7就到春节了，天哪，好开心啊！太饿了，听不动歌，没事，我也太饿了，唱不动，刚好。其实我也没有很饿。就是已经没有食欲了，不想吃了。今天好热，上海今天倒是降温了，感觉一下特别冷。求求我吃点饭好不好？我不想做饭呀，我就是不想洗碗，不想做饭，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做饭。因为不动，所以不饿。被发现，运动运动就饿了。其实呢，我特别想跳绳，但是我特别怕扰民，因为我没有买无绳跳绳，我只有有绳的，然后又不可以下楼，所以就是跳绳这件事情暂告一段落。正在跳绳。因为呢，我觉得万一跳绳我还能长高那么一两公分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所以我有点想跳绳，但是我只有那种有绳的跳绳。相信相信的力量。哎呀，我连个麦吧，连个正在家怎么样？哇，嗨，哇，你怎么有风啊？哇，飞泉，哎哎，什么？怎么？干嘛突然惊讶了？没想到呀，你是被关风了是吧？我没有风。我只是有点无力了，就是我有点那个没有力气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什么？你不会要吃给我看吧？如果你还有点人性，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。我没有啊，我觉得你可以饮鸩止渴嘛，
是不是？我不想。你为什么有风啊？你在搞氛围感是吧？因为热呀，因为广州很热。哦，哦。可以，氛围也是这么搞的，确实，说得很正确。像你已经被关了很多天了。今天应该是第24还是第25天吧？不记得了。天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一个人就没有想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还有想法，感觉明天就能解封，好想吃这个，好想吃那个，现在已经没有想现在不法。是在拼蛋吗？对的，但是我现在也不进行做团长这个活动了，因为现在做团长要担起法律责任，我觉得太麻烦。好吧，你想吃什么，给你吃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千我给你万别看看吃，嘛，我我不给你想看看，看。给你看看，有很多好吃的。你想吃什么？巧克力。巧克力呀、啊？哎呦，没有，你为什么想吃巧克力呀、啊？太甜了吧？还有什那么？还有什么？吮指原味鸡吮指原味鸡。也没有蛋挞，走吧，去买吧。火锅，火锅啊，火锅有，真的吗？想吃吗？也没有那么想吃，就是看吃火锅，感觉有点时长太久了，有没有那么想吃？我有很多吃的，给你看看。这是我前两天听说要，就是要被隔离，然后就买了很多吃的，还有很多。费全员馋吗？费全员，可以了，我们持久再打住，我吃不消了，这些东西我已经100年没见过他们了。很快就可以了，好，我预测一个20号吧，坚持好。今天12号是吗？12号还是13号？我只能告诉你想多了。会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？对呀，不是要表演吗？我你们放应该过。就是处于一个完全没有考虑这个事情的情况啊！怎么办呢？谁懂啊？我从来没有就是不着急过，但是遇到飞行员之后，好像我什么事情都不着急了。我以为我会带领飞行员，就是一起，就是变成卷王，然后超级就是卷，然后没想到现在我就是因为疫情的程度，我现在就已经，怎么会如此啊？你的能量是强大的，你好强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。没有，确实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念念经，可以念念经，对。抛弃一个精我现在就神。希望你能够吃好穿好，只要就是被关的不要太难受就好了。我非常好。你非常好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可以，你好就好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。你好吗？我还可以吧，我每天美滋滋。那就好。是，讲点然后啥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想看什么？你说一个地方，我就车待。水马龙。车水马龙是吧？明天给你拍啊。不用了。看了有点生气，我这两天我都不想看朋友圈，我没唉，发朋友圈呢。我也不是你的朋友圈了，就是我说整个朋友圈。OK，不是别人的朋友圈有什么？他们都被关着，好不好？全 世没界有都啊，是有没很水了，我这个日子还怎么过？还什么的？多在中国各地的，大家都在外边什么拍拍春天的花儿啊，拍拍车水马龙啊，拍拍自己的美照啊。明白。看来我不是中国的这一个，你也被其隔离他，了，没，但是我没有出门，哦，我们广州在准备高考。你们不出门有什么直接联系吗？就是我们广州四八最近在准备高考，
然后就一直每天都在练习。他看来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他还不清楚，不要告诉他，告诉他就是会难过的。他告诉他，他也想好吧。高考。我现在就非常想公演，我现在想出去跳100场公演，就我现给在。你支个招，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直播场景是可以跳公演的。我建议你在这就是上接下来就我跳过一回，太滑了，差点没把我自己摔死。你把那个地毯铺到地上，你我不就是要。铺的地毯，所以特别的滑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的脚底抹油了吗？因为我可能我的袜子也很滑，那你就把袜子脱掉啊！不行，我不想接受我光脚的样子，为什么？你很受到扭伤？谢谢，注意卫生，宝贝送我的夜蝶，宝宝祝我们注意卫生，身体健康，日益天开心。这个是什么技能啊？这是一段顺口溜，就就是一些在祝福。哦，懂了，就是懂了，懂了，罐头。没有学过，很棒，明白了。我想起了，我之前学你，蟹黄瓜好像很甜的样子，懂了。我肯定很那甜什的，我么，怎么会不甜？一段我 rap。今天到了，我今天看到了，看到个什么呀？我想起是今天的吗？我随便刷了一下。刷了一下，刷到那个大家对你的印象，是今天的吗？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昨天的，那是昨天的，什么东西很啊？有趣，就是关于大家对你的印象。最开始认识你都觉得你很甜，然后后来就觉得你非常的。温柔细心呵护，然后帅气照顾人。哦，谢谢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营销这后个已来。经是很好久好久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。真的吗？我因为我就是不太去刷那个，然后就一下就刷很多，然后就看到怎么了？我没骗小孩啊，他们都是这么说的。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评论，就是因为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能够就是片面的了解一个人嘛，然后我就去看了评论，然后就发现，就是对你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。OK，好的，谢谢。对，不谢。那我那们么，下次再聊，我们下次再聊吧，拜拜。拜拜。祝你就是今天能够快乐开心。祝你身体健康，事业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七高照，八仙过海，七有归，一十全十美，元气满满，牛，哎，虎虎生风。大吉一得一二得，拜拜。拜拜，怎么按呀？我来，你来。确实有点小小不熟练了，就是，生疏了，我感觉我好虚，估计每周公演都是特殊公演了，应该是。我也想好好吃饭，我现在能唯一就是吃到正常的饭就是方便面了。要不平时运动运动，运动会消耗体力的，家人们。我现在每天收拾家务，我都觉得很累。就是我，比如说蹲下去捡点东西，或者掏个垃圾袋什么的，再站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立刻马上昏倒。林淑琴怎么样？林淑琴挺好的。没米了吗？有米，粥还是有的喝。太弱了，我已经非常的虚了，现在。
我粉底还够下次直播吗？你说了，我想检查一下。我有两瓶粉底，其实还够，还有一个底。别低血糖了，没事儿。今天多换换空气。我不敢开窗，家人们。我今天看到一条，虽然说我每天都在开窗，我今天看到一条抖音，就是在我不是今天一直坐在窗边看那个看雨吗？刚看完，我就刷到一条抖音说，有一个女子在经常坐在窗边看风景。然后他就阳了，下水道也人间不拉稀。对啊，哎，对，有林淑琴可以跟他连个麦。的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。哎，你好啊，费庆元。你好，你可以把这个面膜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今天漂亮吗？今天还挺漂亮的。你这今天还挺漂亮的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上一次更漂亮了。谢谢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给姐妹分享一下你今天做的鬼饭。我今天吃了一个橘子。你有回声？啊，真的吗？你把手机稍微拿起来一点点。这样吗？好了好了。这样有了吗？今天吃了一个橘子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吃了一根香蕉。我们中心团购了，我买了一大箱的蛋糕，还买了方便面，还买了米线。订到那个注意消杀啊，就是拿这样。确实我都直接把那个水果直接泡在那个酒精里了。你有点太过分了，就你们拿进来之前特别是那个包装还有那个把手，就是提的那个提一定要好好消杀一下。哦，好吧，好的。你想我吗？嗯，有点吧。好想你，你快你我派我直升飞机去接你，在你们那个小区楼上。快来，我现在已经站在天台了，你快来。马上给你运到咱们这个中心里来，马上给你运过来。救救我，我今天一天，我除了开直播，我今天开直播是我讲的第一句话，今天的第一句话。那也确实。你这个也没人能跟你讲话，你不要注意自己的那个精神状况啊，不要跟那个花花草草聊天。我是没跟他们讲话，但他们给我讲话了，就是。啊，他们都讲啥了？他们说林淑琴每天在那个中心讲我坏话。哈哈哈哈，他们说的还真对。因为他就是我，他们是我派去你家里的间谍保镖。哎，你看我们俩今天口红像不像？像，还真挺像。我的不是这一支，我的是那种二十块钱的，就喜欢买一些二十块钱的。这个也才差不多的，确实吧。你觉得我有刘海好看还是没有？有个人问我，圆圆就只有林淑琴一个朋友吗？对，没错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真的会谢，谢 bro。咱们守了这么多年的费庆元的秘密，终于就是说，终于被发现了呀，终于公示于众了。费庆元，你社死吗？我正好社死，我现在无地自容，想找一条缝钻下去。确实，唉，圆圆没办法。等到疫情结束，我们出去旅游吧。可以，我想去重庆，你想不想去？不要当天告诉我。好的，我提我真的会写，绝对提前三天以上告诉你，但是我可能当天会更换那个目的地。这个问题不大。你想不想去重庆？说实话不想，我想去海边。啊，哎，你看到那个没有？在那个亚特兰蒂斯免费隔离，我看到了，好羡慕，爽死了。那好好，他们每天都那个发一个龙虾什么的，哎、
早知道我们就去那边先了。就是呀、啊，早知道搁那儿隔离去了。对啊，就免费住还免费。可不比这个，他们还在那个水族馆里，可以在水族馆里睡觉。就那没必要了吧？就是可以看那个鱼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天还能看海啊，住免费住那个海景房，真的爽死了。他们吃的也是免费的。唉，没有先见之明了，不然我们就先去维京。确实。直接搁那儿爽死。对，好了，我在，我现在是在这个348呢，看不出来吗？这个袁一奇的房间看不出来，真的能看出来。这不是我房间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。好吧，这确实有点像我房间的格局。对啊，好像啊，确实。但是这不是，不过衣服没你的粉嫩罢了。确实，这是348，龙艳萍在346呢。怎么你想他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就问问你，你这两天瘦了吗？我这两天胖呢，每天。为什么？你每天除了吃就是躺着。好羡慕。而且这个中心的饭菜又比较的油。你吃螃蟹了？我今天没抢到。大闸蟹不是大闸蟹，是那种红色的那种蟹。对，就那几个，就那几只。可惜姐也没抢到啊。可惜姐也吃不到啊。好吧，再见。你去玩吧。Kiss, 我要读信了，拜拜 ，kiss kiss， 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下次去出国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吧。刷同一个抖音，直播间 BGM 都强一个多。我其实本来没有觉得自己很惨，就是我每天保证自己不刷朋友圈，我真的没有很惨。化妆品推荐，我现在就能给你推荐，你想知道什么品味？多跟人说说话，跟谁说？粉底，我没法只给你们推荐一个粉底，因为呢，我一直是两个粉底混着用的。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两个粉底混着用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这个粉底它非常的润，就是虫草芭比布朗的虫草，它非常润。我什么肤质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正常肤质吧。然后呢，这个粉底呢，它的正面在哪？这个粉底呢，它非常干，但是它的遮瑕力比较强。它也没有非常干了，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卡粉。所以我一般都是这个润的遮瑕力差的混上这个干的遮瑕力强的，就这么用。有点显黑，还好吧，我没有觉得，我觉得它还挺白的。我这是几号？ N012。啥时候更新抖音？好问题。口红，今天的是，这个属于这个颜色的厚涂了，它其实薄涂更自然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温柔，这个可以闭眼揉，就是你不化妆涂都很好看，非常非常日常，真的很温柔，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会看特别干，特别特别干。
就是，但是我的嘴唇本来就非常不耐干的那种。这个是 Kawaki 的 B60，它呢刚涂上去的时候确实有点隐形唇纹，但是过一会儿它就会有点，你看，嘴唇会有点感觉要裂开。我都是涂完润唇膏之后再上的。苏珊珊今天不敢去打饭，为什么？想去哪个国家玩？我想去泰国。因为我好想吃那些生的东西，我现在对生的东西好渴望。我好想吃三文鱼，然后我好想吃，我还想吃皮皮虾，然后我还想吃生腌蟹。生腌蟹，黄泥螺，好想吃。生的皮皮虾不是，皮皮虾我喜欢吃，皮皮虾怎么烧都好吃，大的小的都行。妈，给我说出食欲了，我有点给我说饿了。做饭去，不想做。待会儿记得吃点什么？吃什么呀？我真的没想法了。人已经很空洞了，没有想法，虚得很。感觉我好累，其实我也不是累，我就是有点虚。家里还有什么能吃的？其实还挺多的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了。最近能吃饱吗？我不饿，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饱的状态吧。小夜宵、小零食，没有这些东西。碳水吃多了是这样。我今天没吃碳水，撑死一根香蕉算一点碳水啊、哦，沙琪玛和一点饼干。今天我蹲下起来就头晕，哎呀，你也头晕啊？要么头晕宝贝。送我的夜蝶波波，这么头晕，身体健康，日益天开心。不吃碳水当然头晕。我吃了饼干了，我还吃了沙琪玛。半个沙琪玛，对，我确实没吃完。眼线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多直播就不会无聊了。嗯，不吃碳水掉头发，保护好头发。我没有完全不吃碳水，我有吃。我前天不是还吃了土豆焖饭吗？土豆也是碳水，饭也是碳水。vlog 进展到哪了？我只能跟你们说暂一段，就是暂时没有什么好记录的。我这两天真的有一点脱相，说实话，特别是我的面中有点凹陷。看不出来，那可不，我可是很认真的打光的。昨晚口袋发的是什么菜？一个炒鸡蛋。
但是我很恨的就是我瘦脸，我不瘦身子。羡慕朵拉墩墩送我的夜蝶波波，这么朵拉宝贝，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。那能是鸡蛋？那还真是鸡蛋。你们知道我做的多恶心了吧？很瘦了，我这还不算瘦，正好趁此机会稍微就是不痛苦点。晚上看完都不饿。我说吧，真的很恶心，怎么做出来那样的？怎么说呢？很难跟你们讲详细的教程，是需要一点技术的，不然真的很难做出来。靠一些天赋似的。创意料理还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是按照下厨房上面有一个菜谱，叫好像叫酱香鸡蛋，好像是这么叫的，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反正我就是那么炒了一个蛋。今天晚上还有这种图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短暂的五天里我是不会想做饭的。我酱放的不够，我就是他极少我就极少。哎呀我天哪，太难吃了。好吧，我那儿是防范区了吗？哈哈，我也希望是。不是，它就是那种，它是什么酱啊？它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？我肚子在叫，酱油、老抽、陈醋，什么乱七八糟？谢谢我们送的夜蝶。波波，祝我们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金高照，八仙过海。谢谢你送我的夜蝶。颜文字还是，一定是菜谱的问题。我也觉得，应该是菜谱的问题。我今年我都不会想做饭。我话撂这儿，今年解不下厨，我已经把今年份的饭做完了。泡面不算，姐再也不会下厨了。我吃啥？露水。我去窗边接一点雨水喝。红油面皮我吃过，但是我现在也买不着，但是我不吃辣。雨水危险，这个雨水下的能不能是酒精啊？就是被露水感染。用锡纸包起来的土豆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甚至还有黄瓜。我现在不去想它们，我会喝醉的。我不是意思，我想喝那个酒精。谁没事喝酒精啊？嘴巴有点干，是的。对，我每天喝点西北风。黄瓜可以生吃，它要去皮，我不想，我累，我实在没有力气。炒黄瓜片挺简单，我不想，我不想洗碗。家里有啤酒吗？没有，有啤酒有什么用？烧菜，我不想刷碗，可以不去皮，我吃不下去，我那个嘴会刺呢。
要瞎吃东西，我没有瞎吃、啊、直接不吃了，咱们就是。谢谢永远爱你，谢谢我们爱你宝贝送我的夜蝶，不播祝我们爱你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，是爱你的夜蝶。对，咱们换一个话题，这个话题会把我聊饿的。我最近看电影了吗？没有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就是一直在上网课，然后刷抖音，完全没有什么娱乐感觉，就是没有看电影这些，没有陶冶自己的情操。上网课会开小差吗？不会，我那个我很认真的，我非常认真。谢谢奔藏宝贝送我的皇冠，戴戴上了。祝奔藏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达顺，七高照，八仙过海。谢谢我们奔藏宝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送我的皇冠。什么类型的网课？雨毛凯。还有一些不想跟你们讲，是我一些专业课。看了吗？给手机充个电吧。有高数不？没有。写作业不写啊？有英语。毛该考试不？那肯定考啊。没有数学，没有数学。什么时候考试？学完即考。作业难不难？其实还好，我觉得。什么时候放假？我不是一直在放假吗？我已经放到今天了，我从我生日放到今天。实不相瞒，每天都在放假。卡吗？我这个手机一充电就卡，就是它不仅，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啊，因为我的手机一充电它就没有办法滑动，它会卡顿，然后会断触，不卡。好，我科目二过了吗？没有。我又开始胃疼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一直播我就胃疼。有时候真的会有点想吃东西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没什么能吃的。坐着不靠靠背好累，难。
一会儿吧。菜的神仙做法，我不想做，我对做菜已经失去了信心。忍受，懒和忍受胃疼，懒和忍受胃疼，这不是一个选择。点个 BGM 送给苏苏姐，可以啊，你点。你俩什么关系？展开说说。这就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他想追你，然后你不答应啊？是这个意思。你想用这首歌拒绝他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苏苏不要伤心哦。光太久看上他的室友啊，你想叫醒他作为好朋友。明白了，这首歌叫智者不入爱河。苏苏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？你们给我解释一下，我很懵啊。求我讲解，我不知道情况，我只能按照我的猜测来给你们讲解，就是要不然就是苏苏去追奔三，然后奔三想用这首歌婉拒他，或者说苏苏现在就是可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或者说奔三觉得他现在不应该谈恋爱，然后就给他就是点了一首这么一首歌，想要希望叫醒他，作为他的好朋友。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可能。咋了？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咱们在这儿只能给你发出一声叹息。仔细讲，
奔现了啊！我懂了，就是苏苏姐现在网恋了，然后她现在要去跟人家奔现了，然后呢，奔三作为她的好朋友，想要劝阻她有这种行为。明白，奔现有风险，小心被诈骗。我前两天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50岁50几的一个奔现不了，你奔三了，疯着呢。对，和我一样被封着多好。记得下载反诈 APP。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阿姨，然后她也说她就是网恋，她要去奔现，结果奔过去之后根本没有人。你们猜她觉得自己的奔现对象是谁？然后她还说这个人在全网公布了自己，就是对自己的爱意，是景东。就是有一个那景东的那个照片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做短视频嘛，就也没拿他的声音，就是后期配音的。然后他反正就一定相信对方就是景东。去黑龙江还是去哪儿奔现？这多损呢、啊！那时候好多这种诈骗。人家也没有损失什么钱财吧，我不知道，好像也还好。被骗了感情更惨，确实。哎呀，但是怎么说呢，你说这个惨还是不惨呢？他至少有体验过这一段被爱的感觉对吧。谢谢卡卡送我的皇冠，大家戴上了这么卡，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神清高，照八仙过海。谢谢卡卡宝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送我的皇冠。被骗了又如何，他当时开心过，他已经有过这一段恋爱体验了。体验大于结果。有点 emo 了，不要 emo， 不，就是，好吧，你一吧，也到点了，11点，可以开始一了。得到过失去更难受吧，也不是吧。对，阿姨开心就好。对，不要被骗钱和骗人。他至少他在网上，他就和有些人看小说磕 CP 一样，他有感受到这一种在网络上的快乐就行了。这不，你最好别把我逗笑。姐有时候看到一些
弹幕真的是哭笑不得。我在家直播吗？不，我在厕所直播。好了，看看花洒。哎，啊，花洒给我挪边边了。花洒给我挪到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移动式花洒，没错，不懂了吧？我这个就是你待在这个洗手间的每一个地方，你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，就是使用这个花洒，不管是清洁还是淋浴。你清洁地板呢，淋浴啊，都非常方便。家里洗手间还蛮大的，确实。很高级，是的。挂链接吧。小区解封了吗？唉，不说了，咱们这种伤心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。上厕所得打车吧，我拜托，我每天从500平的床上起来，我就需要花很久很久才能下来，然后等到厕所，我都得那个请专车司机，就是家里的那种专用的司机，然后开着那个保姆车，把我接到洗手间洗漱的。但是我如果想不，那只是这个房间里的洗手间罢了。我如果想要走到客厅，那还得坐直升飞机过去。就是听着还挺辛苦。微信步数，对，我每天微信步数第一名，30万。但也不是啊，就是你是趁机坐车。看公演值600哈，我看行，我觉得合理。会怎么样？还挺痛的。坚持一下，咱们。我们今天争取播到1个小时，播到11点，怎么样？好，就2分钟。谢谢奔三宝贝送我的皇冠，大家戴上了。祝我们奔三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金刚扎八仙过海。谢谢奔三宝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我们 go away， 哦没有，哎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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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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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送我的夜蝶波波，祝我们 go w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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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。这名咋念呢？这得。今天吃啥？吃香蕉，吃橘子。谢谢200块宝贝送我的夜蝶，我中了200块，身体健康，万事一天开心。谢谢200块送我的夜蝶。倒计时了，到点了，要吃饭。